什么意思啊？还你2000块钱。这是2000块钱？你开什么玩笑你？姓花的，昨天我可听到你跟嫂子打电话说你在公司加了一宿的班。今天早上哎，我怎么看到你和张秘书我从那个酒店？对，就是2000块钱，咱们两清的啊。对了，这个刚买的手机抱一下。公司用的？个人的。我发现你太过分了哈。那行，我现在就给嫂子打电话。嘿，可以可以可以抱可以抱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这个看着不错哎。哎，这酒晚上还喝的嘞。啊，行，那我自己去买哈，不要因小失大哈。哎，给你，再去买一瓶啊。